三点，我是香港三点，零不零三点，现在回来觉都没睡，还是打比赛。今天突然放飞机不打了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没影响，那就让我们再放飞。我们打了个亚洲杯。分很多个品牌，男女的鱼两个品牌，南北又是南南的，对啊。为什么没有双打？你猜啊，没来啊？
完咗啦，第二節完咗啦，第二節完咗啦。